钟就到了，一分钟。这个下坡舍不得大家走下去，等下多吃我们马祖两碗饭。马祖饭从台湾来的，被我们吃光了还得了？这样子，我们要再从台湾运回来。你们应该要带麦当劳给我的，这样子。人家说江江到台湾记得。人家说江江到台湾记得来找我，我请你吃饭。我说你给我大鱼大肉我都不爱，我只爱吃麦当劳。就是没有我才爱啊。珍贵的东西，物以稀为贵。你说鱼啊、肉啊这些啊，吃了就生诶。这边是那个容易被大陆盖盘哦。没有。来换人坐了。到了。换人坐，这批上车。来，我们座位上东西要带下车哦，座位上东西要带下车。你要放前面的，不要动了啊。